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昨天发这个视频啊，不是说我生病了嘛，想休息嘛，然后跟老板说，我人很难受嘛，回家休息啊。所以说我刚刚回到家里面，没有差不到一个多小时，打电话催了我两次，我都讲我人很难受了，没办法上班，是要自己克服一下，不让我休息啊，打了两个电话让我回来上班啊。我说的一点都没假，骗什么流量？很多人在下面说我为了蹭流量还是什么的，有必要这样蹭流量吗？能蹭多少钱出来？我要不是人很难受，我肯定不会说人很难受。那么忙，周末是不是？谁大周末的没事干跑回家躺着休息哦？我也不是那么偷懒的人，就是因为很难受，所以才说回家去休息。我回家休息，不到家里才一会儿就打了两个电话催我回来，所以我才生气的。所以我说人不是机器，人难道都不生病的吗？不可能吧。要不是很难受，谁愿意躺在家里没事干吃饱撑的我装病啊？然后还说你，我看你不是生病的，你是想休息，意思说我在装病吗？我在装病吗？能吃那么饱，没事干会生病吗？从疫情到现在，我也没什么请过病假呀，也都一直在上班啊。现在怎么可能说不想上班啊？为了休息我去装病？所以说，你们做餐馆的千万不要生病啊！生病了也要扛。除了你趴下了。趴下了都不让你趴，再把你扯起来。我跟你讲，趴下了，我那天就是很不舒服，回家去休息的，非要把我扯回来，还说叫小孩子看到我们做餐馆都怕得要死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个都跑，一到周末都跑远远的，都不在家，跑出去玩，平时都在家里面，平时知道我们不会叫他，一到周末了叫这个不在家，叫那个不在家，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做餐馆的孩子也是，你看到我们做餐馆都怕得要死，你知道吗？不爱做餐馆，一直叫你餐馆卖了，不要做了，都不想干。有意义呢，他们也是从小在餐馆里面待的，有意义的感觉。看到餐馆都怕死掉，来餐馆偶尔来个餐馆，戴个帽子头，我问头包干嘛？头发会臭掉，头发会臭油味，衣服会臭油味。那你们上学的钱哪里来？不是从餐馆来，从哪里来？钱你们自己会攒钱吗？你们自己有钱吗？现在孩子也是没办法，像你们说的，哎，孩子这么多个，叫来帮忙，一个都不爱干，知道吗？都不想干。所以说什么都不要靠别人，靠自己，谁都靠不住，只有自己靠得住。所以说干两年不干了，不要那么勤劳，干得半死，累得半死，随你你。
叫虾龙糊。芥蓝虾，是吧？
香喷喷啊，好香啊！吃饭吃饭。一盘水瓜炒肉，一盘土豆丝、洋葱炒青椒。